现在我终于想清楚自己的未来是怎么个活法，我该回去了。这是有什么问题不能跟我说是吗？我在这学了很多东西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前台，我知道劲儿该往哪使了。记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谢谢你。你穿真好看。上车。我看你们门口贴的那个招聘广告。怎么？你们缺人，我缺活，咱也互相帮助一下。你看行吗？我回办公室一趟吧。你这么说，我还干的是前台的活。的秘密，不好意思，我其实就是为大家好。小红书。